写一个剧本，别让他们太早相见，要有点周旋，开始也别太顺利，就太快被忽略，反正不太对，他没弱天线，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，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。下期会怎样，这颗心又作脏，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，别轻易投降，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。青蛙变白马，小鸭变凤凰，天造地设成片，家人成双，爱是一种奖赏，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。他刚看时间，九分钟了他还没出现，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，被安排跟姑娘见面，完全不情愿，他就是这样，脾气不好但软心肠，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，一切从迟到的大刀剑来讲。下期会怎样，这颗心有多烫，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，别轻易投降，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。不要一样，青蛙变白马，小鸭变凤凰，天造地设成片，家人成双，爱是一种奖赏，要苦乐同享才主演的剧本在上演。